39岁女排女神周苏红近照与汤淼离婚后嫁大8岁富豪，如今很幸福。中国女排是中国最优秀的团队，实现了很多的荣耀和辉煌。在这支队伍里有很多优秀的运动员，他们是中国的骄傲和自豪，像周苏红就是其中一位。作为女排的国手，周苏红为女排做出了很大的贡献。周苏红与中国女排一起拿到了雅典奥运会金牌和北京奥运会铜牌，在个人成绩上很辉煌。她的感情生活也很受关注，她的前夫是中国男排前国手汤淼，由于受重伤导致瘫痪，汤淼下半生只能在轮椅上度过。为了不拖累周苏红，两人和平分手，不过两人如今依然亲如姐弟，关系很好。在与汤淼离婚后，周苏红嫁给了比自己大8岁的老公，老公是个圈外人，身家丰厚，据说是个富豪。两人已经有了一个女儿，一家三口其乐融融，幸福美满。如今的周苏红是共青团浙江省常委会委员。周苏红虽然已经39岁，但是心态很年轻，长得也很年轻。近日他在社交媒体上晒出了自己的照片，从2005年、2008年再到如今的变化，周苏红都是马尾辫现身。虽然已经过了10多年，但是周苏红身材还是很好，容貌美丽，比起去年的一些照片，周苏红更加年轻漂亮了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汤淼如今通过试管也有了自己的女儿，不过孩子的母亲并没有现身。周苏红也是汤淼女儿的干妈，有些人对于两人有些不理解，既然能够生下女儿，当初两人为何还要离婚呢？